的这个，这个手桥啊，江旗吼，要来做咱的底下工吼，所以咱的江旗迄落手桥拢会甲底下工参礼，参礼之后会带咱的底下工来咱。北京店休困哦，住家一下安尼。哦，啊，咱即摆看到手桥伫，哦，即摆还蛮足激动诶。系啊。大概有咱借问一下，像安尼恁诶手桥啊，干嘛有帮人文书？有，底下工作厉害，就是阮加酒油饭吼，食袂了，就是因为真侪吼，伊花诶想要小朋友的干嘛？咱底下工就是咱专门这个物件。哎，哈。还使来伊落去。安尼多好咧。哎，对对对。多好，阮宝神厅内底吼。有一个企划，你如果最近也想要求职，好啊，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会使，会使，会使，到我底下讲办事的，会来处理，会来问。哎，我头一次听到底下讲可以求职，然后又麻又鸡，甲油崩食袂了的，就你的生命中有太多巧合了，来得好不如来得巧，真的，真的，有这个机会，等下来看卖咧，好啊，好啊，咱过来行好。麻烦大上帝吼，咱这个信女吼要来问身体，请大上帝福气支持。好呀，把脉。老爹讲要把脉，所以来放轻松，放轻松就好。放轻松就好。非常弱，心不困难，因为你的身体太弱，所以你要求子哈，身体会就是身体太弱了哈，有困难哦。试看看，好不好？哎，好，你打。半岁，哇，半岁怎么你走八岁啊？对，我就求，那个他们就是。对，你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红花白花，红花白花。丢丢，沙掌。这连交会。机会还有啦，所以一半一半哦，所以加油一下，好，但是要就是进兵哦。这个就放在你的枕头下面，好，好，请对调养了好。大哥，我发现吼，咱底下讲出伊，一直出我这边来好看呢。是，因为咱的信教伊来问事来清洗底下讲伊有一挂隐私的问题啦，啊，所以底下讲伊无希望讲。该必先来解说这个问题，所以你若伫倒边，伊就是写倒边这边看；啊，你若伫正边，伊就写正边看。哦，哎，足贴心的呢。啊，我们就好奇啊，地下工的专门科那是求助嘛？其实即卖经验来讲就对啊吼，好像地下工对这个求助吼，和大家美满幸福这个代志，敢那。较灵验就对啊啦，其他的代志嘛是有，以阮来讲，这几十年来，所以讲每个月拢有油饭好食，所以这是足灵验的啦。对啊，恭喜啊！我相信对啊，公哦，一定是非常爱小朋友。系啊，因为今天整个这样感觉下来，对啊，公就温柔哦，你知无？一路搞落来，出的衣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算是轻描淡写这样子，他写的也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因为我们倒回祖先吼，就是拜地阿公，所以我自认为我祖先吼较大汉咯，跟地阿公之间那个缘分呐、啊，结得还蛮深的。但是今天真的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啊，拄到地阿公的机身，而且还是这么靠近，而且是真的
像是一位非常非常温暖的长辈，在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到一股暖流就在你身边这样子。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啊，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是这个 moment 会永远都记在我的心中。中柏林真的是吼，走到哪到处都是茶园。来到茶的故乡，当然就是要来喝个茶嘛。哇，就五星的厉害哦。对，哇，你还特别传这茶要给大家喝哦。对，我们要给，就是有寿天公就是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要给，就是供奉给他，然后再给民众喝这样。但没有啊，妹妹，你看起来很年轻呢，啊，怎么会有这么有幸？其实我们的渊源很深，因为我们的祖先，然后我们祖先是在寿天宫被供奉的长生禄位，然后因为他以前呢就捐了很多钱，让地下宫可以盖庙，所以我们是很有渊源，我们很受他的帮助。哎，等一下你讲到一个重点，你说你们现在祖先的长生禄位现在还供奉在寿天宫里面，对。所以今天你们要祭拜祖先的话，你们还要到庙里面。对，我们每年都去庙里面，就是因为他捐钱，对他做了很多善事，然后地牙公呢就邀请他一起去共享香火。哦，所以从那一代到你现在为止，已经是第几代了？我的话是第六代。第六代了，可是你们对于地牙公的这份感情都没有变淡？没有没有，我们每一年都一定会去拜拜，然后也一定会就是如果务农的或是我们种茶的都一定会去请示地牙公。可是你说到现在你对地牙公还是这么的信任，那你跟地牙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吗？我当初要回来返乡回来做茶的时候，我先去请示地牙公，就说我回来能不能帮到我的家里，能不能帮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地牙公给我三个行规，然后我才决定要回来。所以你本来是在外地工作？对，我在外地工作，然后决定要回来还要先去问地牙公，我先问看看他有没有觉得可以帮助到，然后我再回来这样，然后觉得确实可以这样。所以到现在只要地牙公有机会来到你们村落的话，你一定都会摆几道。没错，然后我们就会邀请很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共享盛举这样。而且你看我们说着说着地牙公就来啊。啊，地牙公来了。他不认识要倒茶干嘛？他倒滚倒滚来来来来来来。我之前来前辈 K 的时候比较是进香期，所以我感受到的比较是整个庙埕拢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神明啊、吉星啊、顶头啊，然后老来滚滚啊呢。可是这一次整个的过程是比较温馨的，然后包括他轿子出门之后跟在他后面随香的人，其实都是算是在地人，就是那些画面真的就是给给吼吼一家一家人，然后。所有的人，包括吉星啊，还是在地的人，就一起守护在地牙公的身边，然后一起跟着走，一起为他们服务，整个气氛都还蛮温馨的。今天嘛，大家嘛是听几工啊，可能是可以看得到整个绕境的队伍，大家愈行愈快啦吼。有呢，沿路上每个人看起来都还是很有精神的呢。啊，咱今嘛吼，想要来去找迄水会里向的冰箱。然后用力就在那推进去。
伊讲，互恁后生嘛来做基神，敢袂讲工底啊，都要吹啊，要吹对啦，最主要都家己风景水火两种的好人甲稳住啦。哦，你都冇咧拜水火两种。哦，这个菇呢，咱知影伊是伫个水底生活哈，啊，这个蛇呢，咱是伫陆地上哈，啊，尤其呢，这两个色地拢无同款哈，那个菇呢是有这个青色的哈，那个深绿的，咱通常讲底下讲蛇，伊是一种深褐色哦的暗色的，所以嘛是因为安尼哈，咱会伫个这个使用内底的，就主人呢，该联想到伊是水跟火。啊、所以伫啊，寿天宫家的这个公怀，伊就去讲这个水火离将，吼，啊，就是甚至讲是底下讲的这个古蛇圣公的信用安尼。